今天这集再抽东西给你们看好了。其实我们有那个不是可以换吗？我就是把换到就是拿上来讲，其实我觉得可以。对，就是这次应该大家就没什么印象了。要所谓，那这不喜欢也可以拿去换，拿去换，只是换需要消耗一些东西而已啦。大家说啊，消耗什么东西？纸巾。那什么是纸巾？纸巾就是紫色的晶石。所以你平常就要刷这个，只有资源你就可以直接换。那进度继续下去，这样子。然后因为后期的关卡不是盖的，但是为了用给你们看，我还是把它放上去，看会不会赢吧。你在哪里？哦，最后一张。但好险还不太，就是还不是王冠，王冠就不能这样搞了，因为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关卡，因为它越来越难。到王冠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了，而不是说我现在很那个低端，就是这种游戏后期比较容易卡。应该讲说看光卡的吧？是啊。啊惨了 ，sorry， 太快了啦。